十秒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那我现在要来安排各位哈，我们准备那个就开场的方式来做一些准备。那我先来安排你们各自在开场的时候要进来站定的位置。来，你走进来之后会在这边，那你呢？在这里。OK， 你呢？在这个位置。OK， 那你们两位互换。对，好，好，走进来会在这里。来，这边，好，你这边，好，就是开场走进来之后会在这个位置，了解吗？好，那实际上你们要各自从外面走进来，所以你的位置一开始会在这边。试一下他的声音。哎，长哥，他蛮有调整过，帮我试一下声音。来，帮我试一下声音。来，帮我讲大家好，我是谁？然后从一念到十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李一鸣。一、二、三。大声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声音 OK， 谢谢。可以啊。好了，我继续。好，来，那你的位置开始在这边。好。OK。好，就是开场前你就在那边等待啊。好，来，你的位置一开始在这边。在这里。好，那我继续跟你们六位说明一下，就是现在你们所站的位置是在我节目正式开始的时候，一开始你们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五四三二，我倒数完，听到音乐声，你们开始从那个位置走进来，走到刚刚的位置点，然后呢，各自背转180度，向着你的方向，摆那个开场的 camera face pose， 了解吗？好，那我们就试一次，好不好？稍微互相配合一下走的速度啊，准备哦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好，可以吗？啊，没有疑问啊，那我们再走一次，谢谢，来，请各就各。好，来准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好，你看一下啊，你没有走到你刚刚的定点，你要再走过来一点点。对对对，好，你刚走进来的时候要到那边，所以稍微要走到好。好，那没问题的话，好，来回到你们开始的位置，我们再走一次。准备哦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好，各组织对这个彩排没有问题哈，那我们就准备正式来喽。来，那个陈哥，我们准备正式来，请先就定位。导播现在 OK 了，来，你们到各自的开始位置去。现场准备正式来。门要先关好，门要先关好，对，卡到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准备，我们正式录影，现场十秒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